们竟然比女人还爱美。要画眼线、种睫毛才能见人。我擦眼线其实看起来炯炯有神，就是真的很好看。我不相信。最近大家可能都会去种睫毛，我就去试试看。没想到我种睫毛之后真的很漂亮。睫毛很漂亮，到底现在要不要去画眼线跟戴假睫毛？我戴上去说你们不要说爱上我，他好享受的感觉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跟班。